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毋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的播时，两点啊个四点。如果有小弟阿宏辛苦，加咱网友观众做回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这个新闻啊，吼、哦，哇，啊，这个侯伯村啊，吼、哦，河北村啊，吼、哦，河北村啊，哦，伊嘛不甘寂寞啦，吼、哦，伊完来插回啊，这个啦，啊，伊咧讲的时阵啊，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啦，蒋委员长领导的啦，吼、哦，其实河北村。敢那无作战着，河北村敢那伫个古岭头战役个份，伊才有去战着。伫个大陆伊敢那无去战着，吼、哦，伊大陆无去战着。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，前行政院长河北村长表示，八年抗战大幅。提升了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，中华民族啦，伊唔敢讲中华民国啊，用中华民族自此啦，无搁再受压迫，成为独立自主的这个民族啦。伊呼吁两岸领导人呐，伫个两岸正伫个开诚布公的时阵，应该客观公正。维护抗战历史的这个真相，恢复这段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这个光荣历史。河北村长发表家己所写的60,000字新书，伊这个新书的名叫做《河北村解脱蒋公八年抗战的这个日记》啊，已经。95岁的这个高龄的伊啊，哦，何必算95岁啊？哦，无简单呢啊！那么每天写1000字，历时2年才完成。何必算伊伫个讲，希望讲会当唤起大家重视抗战史。虽然唔知影效果安怎啦，但是至少家己。做了一件有意义的这个代志，死无遗憾嘛？当然的啦。啊，你若死，搁要遗憾啥物啊？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你又嘛要插花啊，插一个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何必村里伫个讲呢？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个啦，时间上介久个啦，抗战八年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牺牲。上界惨烈的国际战争，但是啊，嘛，乎中国伊个这个国际地位，为处殖民地提高个国际四强，废除了150年伊个这个无平等的这个条约，乎中华民族无搁再受压迫，成为独立自主
也这个民族了，民族了。哦，何必村里底下讲呢？家己曾经受邀参观上海，哦，啊个上义抗战纪念馆，对抗战的这个记录，99%拢是假的。哇，你个想看卖啊？99%拢是假的，啊，可能伊在写，这才是真的。伊在写才是真的。那么就连发生七七事变，而这个卢沟桥对抗战的这个描写嘛，完全唔对去。伊并严正来这个驳斥啦，吼，大陆宣称讲抗战是毛泽东所领导伊的这个讲法啦。强调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，无第二个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的咯。啊，伊讲伊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讲咱的啊，啊，要安怎？嗯，啊，都要安怎？都要统一才，才统一就对啦。那无统一就未统一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想就知影。你若统一就拢统一啦，对不对啦？啊。那么何必村里底下讲啦，蒋委员长当然嘛有真侪缺点啦，吼、哦，算讲伊吼爱骂人啦，佮爱吼、哦、发脾气啦，吼、哦、你甲看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啊，但是嘛坚持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这个完整啦，坚持抗战，嘛因为这个决心，才有抗战的这个胜利啦。啊，何必村里底下讲啦？大陆到处拢是爱国教育的这个基地，但是教育内容却拢是马克思，伊个就是共产主义，就是马克思主义嘛，哦，主义的嘛，吼、哦，根本唔是中国伊个这个物件啦。伊认为讲哦，前人悲壮的这个牺牲哦，和世世代代中国人。会当因为傲啦，哦，骄傲就对啦，吼、哦。而这个抗战史，才是应该爱被发扬的这个中华民族精神教材的。啊，当然的啦，啊，迄阵啊，对不对？个人兄弟的时阵安尼爬山，个人发挥嘛。啊，所以就那呢，伊这个当时怎解释，就是甲所谓联合国、美国、法国，吼，啊，伊阵啊，敢是因为甲德国个款，啊，哎、欸，敢那唔是啊，希特勒唔是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啦，吼、哦，英国。啊，甲中国，吼、哦。那么何必村嘛呼吁两岸的领导人，在两岸关系正伫要开诚布公的时阵，会当客观、公正，而且维护抗战历史的这个真相，和这段光辉。这个抗战历史会当永远传承落去，你唔是讲故意啊来扭曲，哦，这个掩埋，哦，篡改，为着这段的这个历史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何伯村哦，因为是要加一脚就对了，哦，啊，伊出一本书，哦，啊，唔知伊咧讲啊，伊唔知讲。伊这本书到底有受欢迎啊，无受欢迎，唔知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壮啊，甲强啊，就是讲哦，爱两岸，吼、哦，两边啊，爱去了解，也这个当时抗战，也这个领导，啊，甲种种的这个真相啦。伊去上海去看，伊认为讲，这拢唔对了，对了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
当然啦、啊，人因大陆啊，搁有迄个老辈哦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都毋是河北省，河北村才是老辈啦。人因遐老辈嘛足济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当然，咱都爱哈，来个拭目以待啊啦。哦，啊，咱都讲到这，啊来结束。期待下一回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时间，感谢时光，阿红。旅说不等，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是？